你話有冇後悔呢？就是後悔太冇認識共產黨。咁如果我哋其後嘅即係所有嘅政治嘅角力，其實係要做得更加係有兵法上面嘅鍛鍊，以至係即係智慧咯。咁但係嚟到而家咧，我就自己覺得香港嘅政局的確係處喺一個比較逆境同埋水深火熱嘅關口。民主派是要團結，這些不是口頭說的團結，是真的要在實際的工作上面一起合作，如果不是是打不贏這場仗，也都是對抗不到這個逆境的。所以如果你說我們回頭一望覺得做得不好的事，其實不單止是宣誓的事件，覺得做得不夠的事，是一直以來大家沒有去警醒共產黨已經在香港鋪了很多的脈絡，蠶食了我們很多的體制，所以我們是要很謹慎以對。